爷，奶，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。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？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，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，救救我妈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？其实，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。 他也有他的苦衷的。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？你看看，完犊子了吧！这傻小子缺心眼儿，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。你妈害死了你爸，把这个家给毁了。那在您看来，什么是好女人？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，不叫做好女人。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，那叫红杏出墙。她就。 他就要挨打吗？我妈才是受害者。你们知不知道？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，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，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。 你别说了，我要用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，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。 你这是干啥呀？恨自己了！你这不是折磨我们的寿吗？你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在心里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。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依锦的生活。 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<笑><笑> 周到，虽然我姐原谅了你，但我还在考察你。搬过来之后呢，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，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。什么？大点声！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别看了，搬东西。走吧。哟。
真恶心。哎，没有照顾你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就在一栋楼，想我上去找我。哇！哎，落了个东西在那。还有个鱼，应该快好了。嗯，喝。嗯，干杯。鱼马上就好啊。妈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。哦，我们明天上午到了。那你们别误了啊，给老爷扫墓是大事。嗯，好，回去再说吧。哎哎哎，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摆着酒杯呀？要跟娜娜喝酒啊，明天还要坐车呢，别喝酒，喝酒对身体不好。好，今天早点睡吧。妈，我跟周道复合了，其他回去再说。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，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，她会更难接受我。那我也得说呀，就算她在打我，我也得告诉她实情，扛呗，没事儿。这次不管怎么样，阿姨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走的，我要跟你一起努力，让阿姨接受我。我们一起努力。但是，依姐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的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。落下欢笑，你在怀中。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，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。好，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。天塌下来还有我。嗯。吃饭。你写下来，让我记得更清楚。二总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你这不刚到新单位吗？别老请假，不好。
这个单接我了。好。你在收拾屋子呀？啊，收拾收拾，心情好。你呀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。你说的是我妈。累了吧？我给你做饭吃。还有一个汤啊，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。怎么了？我妈闹绝食呢，不吃不喝的，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。是因为我的缘故啊？不是，是因为我真的跟她摊牌了。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，这次全都跟他说了。嗨，说出来也好，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。先说好了啊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，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？饿了就吃吧，嗯，吃吧。谢谢小李啊，别客气。谢谢小李啊，这次真的是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，那砸到的就是我了。前些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，这不没什么事儿吗？还好没什么事，不然我更加内疚了。你也不用陪我了，赶紧啊，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厂，得让他们赶工啊。哎呀，行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，我去找他们谈谈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的，倩倩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一姐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下班。你笑什么呀？没有，我看你背着包，挺可爱的。那个，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，这是她替你把我的手机。还好没丢。你怎么不联系我呀？那检查的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是伤到哪儿了？是头还是震荡？没事儿。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？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，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。我怕你担心，我就没告诉你。你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！下次告诉你好吗？还有下次？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。阿姨知道吗？回家吧。好。家了，周到在你身边吗？在。你叫他接电话。我叫干什么？周到，我妈想跟你说。没事儿，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。哎，阿姨，我是周道。你要是还有点自知之明，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我告诉你哈，你还别不信，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。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？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阿姨，您别生气。
伤气伤身体。一锦说您晕倒了，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，您再来骂我也不迟。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？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，就是因为你。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，是我不对，我向您道歉。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！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？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！哎呦，净说这些没用的！你听我教训教训他，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。挂了好不好？挂了，改改。哎呀，那个干嘛呀？是周道是吧？我是李一锦的姥姥。姥姥你好，我是周道。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，对不起。周道，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姥姥，是我错在先。阿姨怎么对我，我都没有关系。我已经失去过一锦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他。不管有多难，我们都会坚持下去，请您相信我。你今天啊，就别洗澡了，再观察两天。哎。你比医生还谨慎了。哎，我是紧张你，起来。快。靠着。哎，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，紧张吗？其实，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。姥的微信推给我一个呗，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。胆还挺大的。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厂长，她要是生气了，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。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，我跟你一块儿回。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，我也不吭声。江波，江波又喝多了。哎，他一喝多就闹事儿，我就看一眼他吧。是，早点回来。哦，行。你慢点儿。你困着早点休息啊，我走了。你慢点，你别慌慌张的。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好，哎，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。您是李经理什么人？有预约吗？我不管那个，李一锦，李一锦出来。带。爷爷奶奶，我认识他们。好的，经理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边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。周道他爷就是大嗓门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没事，奶奶。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？哎，这事儿他不知道。其实，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，就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们就这一个孙子，请你劝劝他，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。这是周道的事儿，要商量，你们应该跟他商量，应该找他。他就是因为你，他才不肯走。哎呀，小李呀。你也替周道想想，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，那在咱们老家呀，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，那都抱孩子了，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，啥都有了，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，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。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，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，他就是不回去，愿意在这受罪。哎，小李，周道这孩子心软，他是舍不得你。哎，我们也想好了，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。可是就这个，他也不答应。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，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。那你们就干脆点，断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办不到。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会上班了。哎，今天你不答应，你撒手，你就别想走。你松手，不要松开。你不能这样，你怎么你这干什么呀？
不孝子，敢跟你爷爷动手，今天必须教训你。奶奶，你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，没别的意思。爷奶，你们既然这么闹啊，影响别人工作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报警！知道。行行行。爷爷奶奶大老远来，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。你别闹了。哦，正好我有话跟你们说。爷，我们不喝你倒的水。周大，听爷爷的，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，回去收拾东西，跟我们回老家。爷，奶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就当没我这孙子。你说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，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？我揍你！哎，老头子，你松开我孙子！爷，你别这样，爷你别这样，急什么呀你？你撒爷你别这样，爷放开你，放开你！你一上来就急赤白脸的，你说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。大孙子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回家，在我们眼皮底下，咱们好生过日子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要是真喜欢小李，咱们也不反对。今天大家都在，孩子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奶，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妈，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？别急，你让他们先聊，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。您怎么那么淡定啊？好，好，打，现在就打。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，混了个啥呀？房子还是租的。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你捞着啥了？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，你有啥不满意的？爷爷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，好坏我们自己承受。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，没你插嘴的份儿。我接个电话。本拉。怎么了？你说。哎哎，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？你们出去干嘛呀？你跟什么家教？你还给我！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是，他这是……哎，你别打！咱们糊弄了我孙子，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。爷，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？你把手机还给人家。你们家才没家教呢！把手机还给人。爷，别打！还！就这样的一家人，要再不跟他断，这一家人能活活的吃了他。分。奶奶，你别在这装好人。周道，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？啊，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，赶快！让他给我赔不是。为什么要让一锦赔礼道歉啊？
先动手的人是您啊，爷爷。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？其实跟一级也没有关系，就算没有他，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。大孙子，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，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。你这一走，走这么远，你说我们呢，是真的舍不得你呀。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，吃苦受罪，是发愁的呀，整宿整宿的睡不好。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哪儿做错了，叫你这么狠心？爷爷，奶，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。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？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，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，救救我妈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？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，他也有他的苦衷的。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？你看看，完犊子了吧，这傻小子缺心眼儿，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。你妈害死了你爸，把这个家给毁了。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？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，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，那叫红杏出墙，他就挨打吗？我妈才是受害者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，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，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。你别说了。我要用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，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、没有暴力的家。记在心里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。生活，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
谢了，江波。像一个六亲不认的混蛋，但是我现在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开心啊。去看看你妈妈吧。待会儿见到妈妈，你就告诉她你过得很好，让他安心。我在这儿等你啊。我妈说，生我那天，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。她一边忍着疼，一边看着他，然后她心里想，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，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，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，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。挺会的。
夏夏。回来了，哇，这么浪漫，哇，今天这么隆重吗？这么浪漫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你别嫌弃啊，我坐一下午呢。哦，好像是差点意思啊。这是我男朋友收到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打扰你们了，我是他小姨夫。是这样，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，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，但是他非要来找你。我不想和唐星玩了，因为他老是问我，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，为什么不住在一起？秋秋啊，嗯，跟周涛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嗯。啊，来吗？走，我们到里去吧。去那个小屋子里。乔儿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，那边突发大暴雨，我打电话她不接，我找不到她。我现在买了机票，马上去找她。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。这球球就先拜托你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肯定照顾好。啊，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，我都写得很清楚，你就按照这个来就行。没问题。那你注意安全，小姨要有什么事情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放心放心，好，电话联络啊，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啊，也不知道去哪儿就找到小姨您了。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，啊。没行没行，哦，哎，可以哈，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。我觉得真开心，你也真有劲儿，我都快累死了。让球球再睡吧，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们。什么约会啊？跟你约会啊。小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易景，我就是有点郁闷，想找你聊会儿天。哎，你想找聊天的话，也可以找我聊啊。哎呦，这点时间没见，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有病吧，是我妹。我今天有事儿，有事儿改天再说吧。啊，不是，你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，你就变这么狠心。我这就叫狠心啦？你没看出来？我想进你们家洗手间，你就闻得急吗？你早说呀，跑！好嘞。哎，我没跟钱啊，在哪买？能不能下单多买点？哎，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，你怎么还抢着孩子东西？对，你不就上个厕所吗？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嗯，
刚上完厕所，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？再说了，咱们认识那么久，去叙旧嘛。哎，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。哎，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？就没有矛盾什么的？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你不用操心。现在好，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。哎，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你，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，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？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少说两句行吗？哎，在哪？姐，晚上喝酒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，来抱一下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，晚上想住这儿。球球在这儿呢。球球，我回来再给你解释。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，这串儿都快吃饱了，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？不是表姐，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？一锦的肠胃不好，不能吃凉的，小龙虾要热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。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，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……哎，没关系。哎，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？那我也睡觉了。球球在哪屋？那你俩睡楼上。那个晚安啊，晚安，拜拜。哎呦，歌友会还没结束啊，看一下直播。其他小朋友玩，都快把我给忘记了。球球，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，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受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。妈妈，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，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，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。球球可懂事了，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，还跟娜娜姐说要整理东西，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。这是球球说的还是你说的呀？哎呀，你说我们家的事儿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？好哎，走。哎，妍，要不这样，改天我请你们吃饭，好吧？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。哦，那你去忙吧。那小姨夫，你答应我们吃饭，你得请哦。没问题，我得好好谢谢你们。我先送你们回家吧。也行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，走。哎，球球的行李。哎呀，行李都忘了。球球，你那小书包呢？来。收到是吧？哎，小姨好。好好对我们家一锦啊。一定一定。那我走了啊，拜拜，小姨，拜拜。别麻烦了，拜拜。好，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小姨和小姨还是有点不太对劲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？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？眼前人。
我真服了，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？我也很不对劲，我也不开心啊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恶心死了！别碰我，你们两个知道换睡衣，我都一晚上没睡好，上去不叫了，烦死了。啊，拜拜。你跟姥姥吃饭了吗？小姨回来了。林姐，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？我不想骗你，娜娜搬走了。我跟柔道住在一起。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，我拦不住是吧？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，什么样的妈，还让他住进来。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？妈，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？他跟他爸不一样。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揪着周董。即便是现在不一样，那以后呢？将来呢？人心隔肚皮，你不要被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。妈，你说的是我爸爸。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，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，一辈子都不幸福啊？我有我自己的判断，如果真的不合适，我也不会将就的。嗯，也是，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凭什么教你呀？我在你的心里很可怜，很可笑，很没用，是吧？没有，我不用你可怜。觉得他不对劲儿了，怕你喝点呗，平复一点了，我一直陪着他呢。你们还跟你爸住一块吗？没有，我们搬姥姥家了。我明天请了假，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。你干嘛呀？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，别总请假，我应付得过来啊。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？你还是给我一个吧。我有办法。我爸自己闯的祸，让他自己解决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明天还是过去吧。没事儿，你别担心啊。你现在来不合适。我妈现在不能再说自己了。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？你关心我足够了。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，以前就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。想离家越远越好，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。没关系，早点发现就好。你就好好陪着你妈，她会好起来的。你干嘛给我转钱啊？我今天刚发了绩效，怕你急着要用钱，我就都转给你了。我给你转回去，我不要。你转给我，我再转给你，你说这何必呢？你先用吧，啊，以防万一。要是没有用的话，你再还给我。那我记在账上。你在家呢？啊，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和姥姥一起。帮我妈把婚离了，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。你帮你爸妈离婚？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，但其实现在看来，离婚不是一件坏事。我认真想一想，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。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。下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。好。
咋了？你这一惊一乍的。我妈明天要来。哎，我去江波那住几天去。哎，你别遇到事就跑啊！是不是还有个房间了吗？不是，这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？不能再回避了，这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，是不是？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？与其一直逃避，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。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。你别紧张。啊，你也别紧张啊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明天加班，我接不了呀。喂。你要到家了吗？我快了，你要饿了就先吃。我跟我妈说。哎，算了。阿姨明确说了，等你回来一起吃。那你就跟我妈说，你下楼接我，顺便垫背一口。虽然你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门口麻辣烫。嗨，不是那什么，我哪有？这哪有吃的都是油。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，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。哎，走，阿姨等。哎，别，你都点了，吃完就走吧。阿姨等着你回家呢。不浪费吗？我也想吃。服务员，再拿个碗和筷子。哎，谢。你吃了。哎呦，饿。你别上了，快点吃，到阿姨等着急了。你吃。啊！哎！妈，你别生气，我还能再吃。阿姨，是我太饿了，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，一锦是不知道的。行了，留着我明天吃吧。两个忙得差不多了，该睡了吧？阿姨，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，您也早点休息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你枕头呢？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。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，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。不落枕哈？不落啊！你看我现在
多灵活，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。拿去。啥都没看出来，快点儿。你妈察觉到啥了？啥都察觉到。那他说你啥了？没有。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。哎，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。哎，你有空啊，你也多陪陪阿姨，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，也能开启新的生活。比如呢？逛街、买衣服、看电影。你不了解我妈，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。你带她去那剧院看演出，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，还看我的演出呢。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。啥主意？给我妈找第二春。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。这也是个办法吗？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？不是，你想想啊，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。哎，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，那不是一件好事吗？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，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那她就会想到我，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。我劝你啊，冷静冷静，你赶紧下去睡觉吧。干嘛呢？回去睡觉。你陪我去个地方玩。去哪儿？去踩点。哇，这九点还没到啊，这么多人，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啊。嗯，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，就会哇。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？你看人发型做的，我妈肯定不愿意做，新衣服也不愿意买。哎，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这招行不通。哎，还是走吧。哎呦我天。回来了。好香啊。回来了。你们吃吧，我累了，歇一会儿。哦。你好好歇着嘛。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，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。哦，尝尝。那相中了吗？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？今天是我草率了，我就应该听你的。那你俩吵架了？他骂你了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没骂我，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。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，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。那我不希望这样啊，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。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。慢慢来吧。嗯，革命尚未成功。洗手吃饭了。哦。还挺香啊。李姐。哎，快吃饭了。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。妈。姥姥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。啊，这么快？
哟，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，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。那我回来拼个年假，我陪你一块儿回去。那来不及吧？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你吃一口啊！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？今天小红没了演出。票售罄了，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，我赶紧走了啊，走了啊，路上慢点啊。哎，鞋、钥匙、包，嗯，走了，慢点，慢点啊。阿姨，搬家是体力活，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？不用，家里的人好多，还有搬家公司呢。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？我可以到网上买，然后到时候寄回去。网上的东西，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。颜色不行啊，到时候要换呐、啊，什么都，哎呀，麻烦。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？还有票吗？嗯，周哥。嗯。东西太多了，你帮我拿，累死。啊。哎呦我去！你妹妹的东西。都拿回来了，应该差不多吧，可能剩个一两件，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。他们真的分了？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，娜娜那么怎么了？就看张耀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。来来来，喝口水。啊！你们小红梅的演出？还有票吗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？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。哎，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，她很喜欢看儿童剧，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，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。那必须搞定啊！那谢谢李经理。你继续问吧。给您按头。好。哎，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来，阿姨。好多人呐！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种，怡锦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，花了不少的心血。对。哎，阿姨，我们要不跟一锦说一声吧，咱们来了。不，他太忙了，不打扰他工作了。哎，钱姐，哎，马上演出开始了，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，尤其是网络和电路，千万不要出问题。然后小卢，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。莱曼，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，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。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。还有就是周。哎呀，小李啊，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、啊。哎，我们剧院、啊、这个，小李啊，哎，哎呀，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。钱姐啊，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。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。哎，可以的。哎呦！真是吓我一跳！你怎么会躲这儿啊？我不想影响你工作。那你也不告诉我。阿姨不让我说我。妈，你能来我真开心。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。
这票给你们。哦。你们看，等演出结束了，我来接你们。那我们走哪儿？走了。怎么样，我们去？阿姨，我来了，怎么样？演出好不好？好看，很精彩的。哦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我把我妈交给你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可能会晚回去，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。好，好，那你放心，去吧。啊，回来发微信啊。走吧。阿姨，给你买了个饮料。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，你一定渴了，我给你买了饮料。不要，常温的，常温的。走，走吧，阿姨，我叫个车。我扶你。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哦，行。阿姨，您今天也累了，回去泡个脚，早点休息。一锦，我来等，您不用担心。怎么这个时候停了？阿姨，咱们爬楼梯吧。行。包给我，哎，阿姨，我背你。哎呦，不，没事，八楼挺高的。哎，阿姨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走，顶上去。哎，哎，慢点啊，啊，没事，可以。哎呦，这可是一斤的宝贝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，屋里都快摆满了。啊，把包给我来。啊，人嘛就是这样，小时候缺什么，长大呀就宝贝什么。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了这个漂流瓶，结果给弄碎了。阿姨，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？我给您倒杯水。喝这个没问题。我进屋歇着去了。一锦要回来，我会等一锦。阿姨，妈，我回来喽。真睡着了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不回家，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。阿姨今天太累了。我可太高兴了。现在有我等你，给你留灯，阿姨当然放心了。我给你做碗泡面吃。嗯，累了，想睡觉。我先去洗漱。哎，阿姨已经睡了，最好就是不要吵醒她。要不，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将就一晚。那你抱我上去。
阿姨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吃饭呢？我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吃啊，专门给你做的。衣锦起得晚，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。阿姨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就不吃了。吃。你边吃着，我边跟你说两句话，不会耽误上班的。吃吧。嗯。周到，阿姨要跟你道个歉。一直以来呢，我对你是不太满意。你的身世那么复杂，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，我怕你对衣锦不好，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？没有没有，阿姨，绝对没有，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。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，也想明白了很多。孩子是孩子，父母是父母，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，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，但是那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。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。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，你是你，你爸爸是你爸爸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。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，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，所以你没有错。以前我总是担心易景被骗，怕他选错了人，现在看来，哎呀，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。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，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操些心，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，我是死拽活拽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，可是她非不。哎，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，而且还一起合作得那么好。是，其实易锦她很优秀，真的非常优秀。是。哎呀，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。她既然选择了你，我也要相信她，对吧？人可要一切都要承担，还有大人说自己长大了的，有哎，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，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。哎，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能陪伴你长大，这也是妈妈的福分，知道吧？来，坐下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易锦照顾好。你不要太高兴了啊！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，我还要看看的啊，是吧？我明白，您只要不反对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
妈，谢谢你接受他，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。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，不让你操心。今天的火车票，一会儿就回去，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，你们都要好好的，啊。妈，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？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，她也是我妈呀，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，我心里过不去，我也着急。好了，吃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，以前我老想赶你走。哎呀，人就是这样，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。哎呀，不哭不哭了。新拥抱二人世界，恭喜你！哎，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说你爸不陪她走。哎呦，你别这样，你别闹，别闹。哎，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？给我发信息了，打了。行，那就行。哎，我妈跟我说，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。妈送给我的瓶子，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。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？给她摆好。从你去上海之后，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，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，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？阿姨，给你看样东西。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？一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、环境啊、清晰度给补了一下。但是您别担心啊，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。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。妈，你不用懂，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，明白吗？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，而且呢，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，他们那儿也有，懂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，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看。肯定啊。
你看你小姨站在那，那下巴就扬得高高的，好骄傲的样子。你这个二姨，那眉毛画的，又像脸上抹的粉儿，好白。你看我站在她旁边，显得好黑呀。姥姥姥爷好年轻啊！是啊，姥姥好漂亮。小周，你这照片修得真好。谢谢阿姨，这些都是小事情。这是谁呀？姨，你怎么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了？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？我就给扫里面了。妈，这个呢就是周道的妈妈，这是周道小时候，胖乎乎的。我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，是个好女人。等以后她回来了，你要待她好一点。嗯。这是从哪里弄的？嗯，那我多厉害了，我什么搞不到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姥姥这个好看啊。嗯，来来来，搬家前咱们拍个照。嗯，那个大姐，笑笑。笑得开心呀！哎呀，开心一点，好看。